信息。我什么个性？我能把这把棋丢给你吗？我的个性就是，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，对我来说都是没有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呢，就充满了很多不可能。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，我最早以前是一个游泳运动员，然后后面是跟着我的父亲去练武术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阶段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阶段对我的人生，对我的唱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，因为，运动员嘛，然后肺活量特别的大，然后让我现在唱歌就可以唱一些比较有爆发力、比较有难度的歌曲。然后活动开心点哦。